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讲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企管系的教师施建元。今天这一讲呢，我们要来继续讨论市场均衡分析、哦、在这一 part 里面呢，我们都谈市场均衡分析。在这一 part 的前几讲里面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谈过市场均衡的概念，哦、也谈过了市场均衡的变动，哦、讨论哪些外生因素呢？哪些其他因素的变动会如何影响到市场均衡？今天呢，我们要在这一讲里面呢，要来谈谈另外一种常见的现象，叫做市场干预。哦，干预市场的各种样态与后果，谁干预市场？政府。哦，政府哦，政治力量哦，才有足够力量来干预市场。哦，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干预市场哦的各种样态以及其后果。哦，干预市场各种样态以及其后果。讲的是政府来干预市场。什么叫做政府干预市场呢？哦，相信各位哦应该常在新闻里面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哦，比如像说哦胡须章涨价了哦，那过去大家都应该看过这个新闻，然后那个新闻媒体可能就在讲说啊，你看胡须章一直在涨价，一直在涨价哦，真讨厌，这个卤肉饭呢不是应该很便宜很便宜吗？哦，所以可能一般大众就会看到这个新闻哦，看了这个新闻后就会要求说，哎，我们应该要限制啊胡须章的价格，吼，胡须章价格，这个是什么卤肉饭哦？平常一般庶民在吃的，然后一般庶民在吃的，然后一般庶民在吃的哈，卤肉饭跟矿泉水，然后啊，所以要涨价了哦，怎么可以呢？成何体统哦？要求政府来介入哦，这个就是一种政府干预，或者像这种哦，在 SARS 期间哦，这个口罩哦非常重要哦，你。大家会说哦，你没有口罩，你出去就会被感染啊，哦，感染以后可能会死掉啊，哦，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哈，哦。那你要什么？用低价确保每个人，尤其确保弱势民众都能够买到口罩。所以哦，新闻这样做，那地方当局就觉得说，哎，政府应该要介入哦，介入说口罩价格不能太贵哦，太贵的话呢，可能会伤害到弱势民众之类的哦。这种东西呢，就叫做政府干预哦，这种事情就叫政府干预。哦，那不仅如此啦，通常政府干预有很多种类型啦，哦，我们今天在这一讲里面呢，哦，我们要来谈谈几种常见的类型。哦，第一种，哦，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例子，这个叫价格管制，哦，价格管制通常有这个设立价格上限或设立价格下限，哦，数量管制，哦，管制供应商所能提供的数量，哦，或是政府作为买家或卖家，或是课税跟补贴，哦，我们在上一讲呢有讲过课税，哦，如何影响到市场均衡，哦，这种呢都是干预市场，谁干预市场？政府干预市场的常见的这个样态，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这四种样态，哦，第一个，哦，就是所谓的价格管制，哦，刚刚有跟大家谈到了，哦，你常看到的，哦，民众，哦，胡须章，哦，涨价了，啊，很多人就觉得胡须章卤肉饭嘛，这个卤肉饭国民美食啊，一般人都要吃的，庶民在吃的，怎么可以价格那么高？不可以，是民众呼吁政府要管制胡须章调价。那胡须章也很倒霉嘛，我是民间厂商卖卤肉饭啊，我定这个价格，啊，我卖得出去啊，有人就说这个价格太高了，要我限制我的价格，吼，那这个就是一种价格管制。那通常在讨论的价格管制都是讲价格上限哦，价格上限，也就是说，比如像你现在的价格，市场价格是100，然后大家觉得，哦，太贵了，政府要介入限制价格，说价格最多最高不能超过，举例来说90，你当然也可以说价格最高最高不能超过110，那现在价格是100，所以没有差哦，价格不能超过90啊，这个就是价格上限，不能超过一个数值。哦，或者在 SARS 爆发期间呢，哦，一堆人在买口罩，哦，一堆人在买口罩，那可能啊，厂商就开始涨价，那就有媒体报道说，不孝厂商哦，要涨价口罩的价格，哦，涨口罩的价格，所以呼吁政府呢来管制口罩的价格上限，然后管制口罩的价格上限，就说，哎，这个口罩不能太贵哦，如果太贵的话呢，弱势民众哦，穷人就买不到口罩啊，买不到口罩的话，在外面会被传染 SARS， 传染 SARS 会死掉哦，所以你看，这是生命权啊，诸如此类的健康权啊，诸如此类的，哦，所以说要管制口罩价格的上限，这个就是一种价格管制。那常见的是价格上限，那可是另外的还有一个叫做价格下限哦，价格下限说，哎，你卖出去的这个价格呢，不能够太低，不能够低于哦多少多少天以下。什么情况下会看到价格下限呢？比如像
你看到最低薪资制，那最低薪资制就是一种价格下限，比如像说，就是说，哦，这个你在市场上哦买那个劳动，然后买劳工哦劳动的服务，然后劳工的服务最低哦付的钱呢，不能够低于到某个价钱以下哦，不能低于到某个价钱以下哦，这个叫做价格下限哦，这个叫价格下限，所以这是一种价格管制哦，这是一种价格管制，一种政府干预市场的做法，规定价格不能高于某个数字或价格不能低于某个数字。那第二种呢，常见样态叫做数量管制。什么叫数量管制哦？比如像大学哦，大家可能同学很多人不知道。在大学呢，其实我们的大学是受到非常非常多的政府管制哦。我们的大学受到非常非常多的政府管制，比如像大学要设立新校系，要变更招生名额，其实都要报到教育部审核哦。比如像我们学校前阵子说希望能够成立医学系哦，你要不是你随便说成立就成立的哦，要报到中央政府单位层层的哦审核，然后说你可以成立，你才可以成立，不可以成立就是不能成立哦。而有些时候变更招生名额多一个少一个哦。也需要报到教育部去审核，然后也需要报到教育部去审核，所以这个有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然后比如像就我所知，现在很多学校呢，本来有博士班的，现在经营都不大容易啊，每天都面临招生的困难，然后常面临招生的困难，博士班因为现在没有人要念博士班，觉得念博士出来，毕业薪水不见得比较好啊，还不如早找硕士就出去赚钱的，所以很多博士呢薪水都不好找，就业市场不好，所以那个办博士班的招生也不大好，那。可是呢，很多学校都还是在苦撑啦，吼，那苦撑就是努力招生啊，想办法招人，那可是没有人要念啊，所以你招进来的人程度就越来越不好，那带的也很辛苦哦。那过去呢，有些经验哦，我个人有些经验就跟一些同仁，然后不只是我校的，然后这个等高等教育的同仁在聊这个问题。那很多学校其实他们也觉得办博士班。哦，这个很累啊，也觉得应该要撤除掉。可是为什么大家不敢撤除？因为这个名额呢，哦，你争取到这个博士班名额，你要报到教育部去啊。教育部通常这个管制呢，哦，非常的严格哦。你要多增加哦，可能不见得会过哦啊。所以减少了，你敢不敢做减少？你怕你减少了哦，结果以后呢，哎，不知道哪一年哦，十年后 ，maybe 二十年后哦，比如像说，你觉得你们。系上博士班可以收外国人哦，诸如此类，类似像这个样子哦，或者说突然大家要来念博士班的需要名额的时候，你要再去跟教育部争取啊，搞不好就争取不到。所以现在有的这个名额呢，还是想办法 keep 住，虽然说现在程度不好哦啊，这个就造成什么现象？就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博士班的这个名额呢，哦，这个等于是像什么？等于是你提供博士班这个教育训练的服务嘛，等于是说你要在市场上供应的数量受到中央政府的管制。你要收多少？你要报到教育部审核。所以现在很多国内普遍的一个现象是说，博士班招不到人。那大家敢不敢缩减？不敢缩减哦，招不到人，或者说程度很差，敢不敢缩减？不敢缩减。为什么？你怕缩减了以后呢？将来如果还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就说哎，市况变好了，突然一堆人要念博士班，或者说你觉得你们可以收外国人哦，诸如此类，市况变好，你要把这个名额扩编的时候，你要再去问教育部一次，教育部搞不好不会给你。哦，要再去争取一次，所以就变成说，你现在有的时候你不敢去把这个名额给拿掉，这个是什么数量管制的结果啦，就很有趣的现象，因为有这个管制，所以大家不大敢看市场的状况调整我的什么供应量。哦，我们有说过嘛，哦，厂商有时候会看到市场的状况哦，决定我的那个供应在市场量啊，就大学来说，这个都提供教育训练的服务。有些时候你看市况好，哎，这个我的供应量变多；市况不好，我供应量变小。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说，哎，大家不大敢调整，为什么不大敢调整？哦，调整非常的困难，有所谓的僵固性，很难调整。为什么？因为每次调整都要去问教育部，教育部不见得会给你啊。哦啊，所以很麻烦，大家就知道有这个名额就是苦撑的哦。这个是一种数量管制哦，这就是一种数量管制哦，这是一种数量管制哦，也是政府干预这个什么大学高教这个市场的这个结的这个方式哦的这个方式哦。那第三种呢，干预市场的常见方式，政府作为买家或卖家，就是政府就直接在这个市场里面哦，他就是买的人或是卖的人，比如像说。我国政府呢，哦，常常会在市场上大量买入或卖出稻米，哦，这个大家应该都有耳闻呐，哦，这个平常你看新闻，大家都会看到，哦，台湾政府会在市场上大量买入或卖出稻米，啊，这个也是一种介入市场方式，
或者说呢，我们在需求部分有谈到，在台湾的电力市场上呢，政府是唯一的供应者，政府是唯一的供应者，这个是政府作为买家或卖家，所以台湾的电力市场基本上也是供的数量呢，通常是政府在决定的，政府在决定的，政府在决定，所以这是一种干预市场的常见的样态。那第四种呢，就是课税或补贴啦。我们刚刚在上一讲呢，有提过对房屋课征奢侈税嘛？对房屋课征奢侈税，房屋交易哦，奢侈税总交易税，房屋交易课征奢侈税，就是一种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去打压房价，然后去抑制房价，然后去抑制房价上涨，然后同时呢，把那些看起来炒房的人看到很讨厌，想办法透过这个奢侈税呢，让他收入减少一点哦，不过我们前一讲有讨论过，这个结果其实并没有像当初想的那个样子哦。没有显著抑制那个房价的效果，然后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些炒房的人呢，把一些他的所得交出去？其实也要看看租税转嫁程度，他搞不好就转给买方嘛，不见得真的会磕到从他那边让他收入减少。这是一种这个政府干预市场的样态。那我们接下来谈谈那个干预市场的这些不同的方式之后所造成的后果。我们来谈谈这个价格管制。价格管制，通常价格管制呢，我说我价格上限、价格下限。那我们这边呢，来谈谈价格上限。价格上限呢，如果政府设立价格上限呢，通常会有两种结果。第一个，限制高于原价，那会怎么样呢？没有效果。为什么？比如像说，你现在市场价格，比如像卤肉饭市价是 maybe 70块，你说这个价格不能高于100块。啊，市价就是70块，你现在设置这个100块，不好啊，公共粮没有效果。不过呢，如果限制低于原价呢，这个就会有效果咯，比如像说卤肉饭现在假设我刚刚说多少，一碗70块啊，如果你说这个价格呢，很重要，国民美食这个很重要的庶民在吃的，不能那么贵，要50块以下哦，你设置的50块啊，现在均衡价格是70啊，市场价格是70啊，那怎么办？卖家可能就要被迫用50元来卖啊，这个时候呢就会有效果哦，这个就会有效果。那会有什么效果呢？会造成超额需求，或者说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SARS 的例子嘛，在 SARS 期间就真的很多人在说这个 SARS 呢非常恐怖出去大家都要戴口罩以免被传染。那大家竞相买口罩后，那个需求大幅度的增加，我们说需求大幅度的增加，均衡价格会上涨。那上涨后，就有很多人在说这个口罩很重要，价格上涨，穷人就买不到，弱势民众就买不到啊。弱势民众买不到的话呢，哇，那他们就口罩就不够用啊，不够用呢，出去外面走路的时候就容易被传染，同样传染就会容易死掉哦。他就说，这个是健康权啊，或者什么生命权之类的，所以不能让口罩价格太贵，要保障弱势民众哦，要保障弱势民众哦，价格不能太贵，所以就呼吁要限制口罩的价格哦，限制口罩的价格哦啊，这个就是一种价格上限。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刚刚说哦，限制口罩价格或限制卤肉饭的价格呢？本来均衡价格，假设我刚刚讲的例子，均衡价格卤肉饭本来是70元，你现在限价说不能超过50元，那、啊、本来市场价格大家用70元在卖啊，怎么办？就变成是卖家要用被迫用50元来卖，被迫用50元来卖，你这个就是限制价格。那被迫用50元来卖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好事，本来是70元啊，现在限制成50元啊，或者口罩可能涨到一张口罩20元、30元，现在限制变成10元价格被限制住了，看似好事，可是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打击供应商的生产意愿，造成超额需求。这就是我们刚刚也在强调的其实也很简单，你这个本来价格是 P1， 你现在拉一条线出来你就怎么样，供应商的意愿就被打击到了本来用70元我生产到这里，价格价低的时候，我们说怎么样，供给线是讨论价格跟供应意愿 的关系嘛，是正向的，所以当价格下跌的时候呢，供给意愿也会减少嘛。所以厂商，你可以这样想，厂商本来我卤肉饭卖70元或口罩我卖30元，你现在跟我说不能卖超过50元卤肉饭，或者说口罩不能卖超过10元，好吧，我就用10元来卖，或者说我卤肉饭就用50元来卖，可是我总可以不用卖吧，你不能强迫人家去卖东西啊，不然这是什么，你强迫人家卖东西
这个就是奴工嘛，这就是奴工啊，所以好吧，价格战，那我就不卖总可以吧？我就不卖总可以啊，所以会打击到生产上的意愿，所以均衡数量会从 Q1 跑到 Q2， 我跑到 Q2， 那价格变低了，哦，需求也会增加，哦，需求也会增加，大家就说哦，变便宜了，我要去买。哦，大家会抢着去买，可是呢，问题是价格一直涨不上去啊。哦，我们说有超额需求的时候呢，就会有加价的意，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涨价的态势发生。哦，涨价态势，可是现在涨价能不能涨上去？涨不上，涨不上去。为什么？政府限制住了，涨不上去。哦，涨不上去，所以就会一直有超额需求在那边。哦，就会有一直超额需求在那边，所以你这时候就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哦，就会有超额需求，就是这一块 Q3 减 Q2 有超额需求，那超额需求一直没有办法被消化，因为价格涨不上去，所以供应商呢就没有意愿多生产，那可是买的人非常的多，那能不能透过涨价把超额需求消化掉？没有办法，因为价格被限制住了。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比如像说一堆人买不到怎么办？会去排队，对不对？就排队，所以我们就刚刚就说Q3 的人在市场上买，厂商只愿意到 Q2 的量，你能不能强迫厂商从 Q2 增加到 Q3 不行？这样叫人家做奴工啊，使人为奴隶罪，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强迫他生产到 Q3， 所以他就说我不卖最大，我生产到 Q2 就好了。那需求量有 Q3 的怎么办？大家来排队，排队一种浪费生命的现象，哦，一种浪费生命的现象，就大家来排队。那还有两种情况是什么呢？比如像说你不想排队，你叫人帮你排队。哦，那这个就是黄牛票，你找人来帮你排队嘛，或者是说有人他就是时间多，非常擅长排队，哦，或者是说有人呢有内部关系，哦，有内部关系，哦，找这个厂商呢说，不然这样子好了，哦，不然这样子好了，哦，我呢回扣，我刚刚说呢，这个买的人呢说，不然这样好了，政府规定口罩不能超过10块，那你想要30块生产，对不对？那我就给你什么？给你其他等值的礼物啊，哦，补这20块的差额啊，哦，那有些时候礼物是给到厂商，有些时候是给到厂商里面的其他小员工啊，做这些小员工赚到，那这也是不错。可是给到贪污的员工赚到，嗯，好像不大好嘛。所以对企业本身经营者来说也是不大好，这是企业内部贪污的行为。然后虽然你给到小员工好像是给到那个基层员工，不过这是企业内部贪污的行为哦。不过如果你给到公司。哦，给到公司经营者，那公司上也是收30块，只是说20块是什么？是礼物啊，10块是真正的钱，以规避政府规定哦，以规避政府规定。那事实上你还是付出30块啊。啊，另外当然是黄牛票了。我就是说，大家都在排队，我刚刚说这是一种浪费生命的行为。那有人你不想浪费生命，就叫人就要去排队。啊，所以中间人就去排队帮你排排这个东西，那你可能要付给这些中间人排队的钱呐，啊，吼，哦，排队的钱呐，啊，所以可能搞不好你还是付他30块。我说口罩，你还是付他30块，然后呢，10块给厂商，20块他自己赚。那这样子好不好呢？其实不大好。买的人还是付30块，啊，制造的人呢，他只拿10块，20块呢，中间人赚走了。啊，中间人他有做什么事情？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就是去帮你排队而已。哦，中间人就是去帮你排队，所以生产商其实没有拿到这个好处，他没有因为我生产这个口罩帮助大家哦度过 SARS 的问题而得到好处，他没有得到额外的好处，他也因为之后拿到，所以他也不想多生产，哦，他也不想多生产。那你买的人呢？你搞不好还是付原来的30块去买啊，你还是付原来30块去买啊，所以你还是付原来的价格，只是这里面10块给厂商，20块给那个帮你排队的中间人哦，帮你排队的中间人。哦，帮你排队中间人，所以在这件事情呢，买卖双方都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得到额外的好处啦，而且卖方呢可能因为本来拿30元，现在只拿10元嘛，他没有因为生产这个东西多拿好处，他也没有因为这样愿意多生产，哦，愿意多生产。那回扣呢，可能卖方有拿到了，只是他现在换成礼物而已啦，或换成礼物而已，那规避这个法律条文啦，那当然更糟就是排队浪费生命的现象，哦，浪费生命的现象。哦，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是黄牛票或回扣这两种情形，哦，回扣或黄牛票黄牛票或回扣这两种情形，买方事实上他真正付出的钱是多少？他还是付出30。所以最终你可以看得到，哦，如果你做了价格上限的这个规定下去呢，价格上限的这个规定下去，最后买家付到的钱呢，很有可能不可能，很有可能还是超过这个10元，还是多付。还是多付，而且多付的这个钱呢，并没有到生产商那边去，
并没有到生产上面去，很有可能他跑到中间人，跑到中间人或跑到公司里面的员工里面去，这是企业内部贪污的行为，变成是这种情况，或是说有人可能有政治关系，他更厉害了，他就直接跟那个厂商里面呢说，我有政治关系，然后我先圈了一大批十元的口罩来，然后再好卖，因为大家都在排队嘛，他有政治关系，直接叫厂商先提供给他，以后给你其他这种贪污的好处或有的没有的，搞不好还有各种更不好的情况，所以不管是哪种情况，你就看到了，其实买的人呢，他最后付出的钱还是高于10块，还是高于10块，那也是不是能够真正保护到弱势？其实是没有啊。你说你本来限制口罩的价格是为什么？你说那个弱势的人呢，应该能够用到便宜的价格买到口罩，可是在这个情况下，因为除非他去排队啦，可是很多人可能找人家排队，让中间人去赚哦，然后呢，或是说直接跟卖方呢给卖方回扣啊，他去排队排到最后，因为我说我超额需求呢，很有可能他还是买不到，而且这样的情况是他根本买不到哦，因为买得到的人呢，都用各种方法加价、黄牛票回扣，或用政治的办法哦，直接要求厂商先提供一批这个口罩给他哦，提供一批口罩给他。那弱势呢，他去排队排半天，搞不好还买不到哦，哦，所以其实并没有办法保护弱势啊，好处也没有办法到生产商里面啊，所以你其实看得到这个管制其实不是有效的方法哦，没有办法真的保护到弱势哦，所以这个是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是吗？你设了一个价格上限，那一堆人不想排队哦，或者说你可能排队也买不到的时候，那你就会叫人家帮你排队，想尽办法，或者跟厂商内部的人 OC 哦，给他回扣拿到这个东西，或者看人有没有办法哦，有没有办法去跟厂商内部直接先拿到这个票，或者先排队，一大早就去排队帮你拿到这个票。那这个情况呢，就是下好对策嘛，没有办法吼，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弱势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帮助弱势的时候，在这个事情上你要怎么帮助弱势？你不要用价格上限吗？如果你要帮助弱势，为什么不直接给弱势者钱就好了吗？这个情况搞不好更加实际，对不对？你说口罩 SARS 来了，那大家争相买口罩，口罩价格上涨，你说不能弱势的人买不到口罩，那怎么办？你设置价格上限，会有各式各样，刚刚我讲各式各样的情况，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就补贴弱势就好了？给他们钱，跟他说，现在那个口罩价格在飙涨，可能危及你们的生命权或什么健康权之类的，那直接给你补贴嘛，让你补贴去买口罩，那不是更简单吗？哦，那政府作为买家或卖家呢？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奇怪的状况。因为有些时候呢，政府作为买家或卖家在市场上操作的时候，它是依照政治逻辑在思考，再加上没有利润压力，所以有些时候定价会忽略成本，而造成一种资源浪费。举例来说，我们在那个什么 Part 2 的时候讲需求的时候呢，其实有讲过台湾的电力市场嘛。我们前面有说，台湾的电力市场呢，主要的供应商是谁？是政府，是政府。那我们有说台湾，很多人在说台湾有缺电问题，我们说台湾缺电问题的电价是什么？台湾缺电问题的真相是因为我们的电价太便宜，我们的电价太便宜，我们电价跟美国的电价便宜，所以导致我们的用电用量非常浪费，我们的人均用电量非常的高，那你就会问说为什么电价不大可以涨？因为这是政府在经营的，它不是依照市场上的逻辑在想，它是依照政治的逻辑在想。什么叫做政治的逻辑？我涨电价人家会骂我，人家会骂我涨电价我就拿不到选票，我涨电价我就拿不到选票嘛，所以这个是依照政治逻辑在思考，所以他就不会想从资源有效运用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我如果依照资源有效运用的角度去想问题，可以我就涨电价，不要让民众那么浪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被人家骂，我接下来就被人家骂，然后之后可能我就选票就会受到影响，那当然现在政府有一些 撇步 啦，可能用需求端管理，用其他种方式绕一步让电价上涨，或各种方式补贴厂商，然后或者用各种方式然后叫人家汰换那个浪耗电的设备啊。不过话说回来，就是说我们电价长期来真的是偏低，偏低的理由跟说，因为是国家在经营的嘛，所以就过于便宜啊，用量就非常可怕。可怕呢，我们有说过台湾人均用电量世界排名第11这个数字实在是不怎么值得骄傲，不需要骄傲。然后呢，亚洲排名第5前四个都是产油国，人均用电量是世界平均的 3.5 倍，日本的 1.6 倍，
哦，那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嘛，在说台湾会有缺电问题，或会有缺电问题，哦，所以这个就是各式各样的吃电巨婴啊，吼、哦，说、哦、我要吃电，哦，不吃电我都不得点点，哦，要求哦政府呢，哦，可能要继续新建大型的那个核能电厂，不去建的话，以后我们就有缺电的问题啊，非常恐怖啊，等等的。可是你只要想想看，我们的人均用电量是世界平均的3.5倍，日本的1.6倍呢，你就觉得说，我们其实还蛮耗浪费电的啦，然后还蛮浪费电的。那这情况是，其实是因为电价太过便宜，然后电价太过便宜。那台湾在很多地方，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台湾有很多匪夷所思的那个浪费电情况。像我之前在 Part Two 的时候，在讲台湾电力市场，就有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然后在就是说，台湾有某个单位，吼，这个单位，这个我想应该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个单位里面呢，吼，有它里面有个演艺厅嘛，吼，for 500-600人的演艺厅，它里面有个这个冷气，哦。啊，你用演艺厅夏天很热的时候，你一定要转冷气，for 500-600人。那在四五六月的时候，几乎是哦一个礼拜呢，可能有3、4天都会使用。啊，那个冷气的吨位数呢，只要如果要让那个演艺厅冷哦，据那个管理那栋建筑的办公室的人说，其实只要大概70-80吨哦，最多到90吨也就够了。可是那个 for 那个演艺厅的冷气是180吨哦，非常大，所以每次一开就很浪费电。啊，为什么不汰换？因为当初1980年代的时候设计那栋建筑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做设计了一个180吨的冷气，然后 for 整栋建筑物在使用，哦 for 整座建筑物在使用。结果后来发现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因为整栋建筑物不是平常不是每个时候一堆人都在，哦不是每个人一堆人都在，所以后来那个冷气就只有 for 那个演艺厅在使用，哦 for 那个演艺厅在使用。那多年以来呢？办公室的人也觉得，管理的单位也觉得应该要把那个冷气换掉。可是每次做成本效益评估都没有过，为什么？因为电价太便宜，哦，电价太便宜，所以那个经营那个整个这个部门的高阶主管就或者主计单位的人就觉得说，哎，你这个成本效益不够啊，我不需要换冷气啊，我不需要换冷气啊，哦，因为你换冷气的重点是什么？节电啊，节电的效益呢太过微薄，换这个大冷气很贵，哦，很贵啊，在这里面呢，管理的人也不希望浪费电，那主计单位或是高层呢，觉得你要买新设备要过成本效益评估，双方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讲事情哦，没有错啊，可是造成结果就是浪费电，其中关键就是因为电价太便宜，长期以来电价太便宜，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汰换设备啊。现在大家觉得可能电价将来会涨，再加上政府有补助说叫你汰换这些耗电的设备，所以后来这个单位就换掉啊，你就看到这个就是。台湾浪费电情况，我相信这个现象普遍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存在。然后，那我还看过另外一个例子啊，哦，有间办公单位，哦，办公单位，哦，整个那个办公坪数非常的大，哦，非常的大。那长期呢，气温恒温在20度，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个机房放个机器，所以要恒温20度去保护那个机器。哦，可是那个机器呢，只是在另外一小间里面的。啊，所以其实最省电方法是在另外小间里面呢，专门装个独立的冷气就可以了。可是长期来也没有办法换，哦，就整个历史因素啊，整个很大的办公空间就是开那个冷气啊，平常也很少人，平常也没有很多人啊，恒温设定在20度，大家都冷得要命哦，冬天也还是要穿很厚的外套，为什么要保护机房？可是实际上你只要换冷气就可以了，或换那个专门 for 那个机房的冷气就可以。可是没有办法这么做，因为电价太便宜，那个成本效益评估没有过哦。很多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电价调涨了以后呢，这些问题你就会看到说，台湾人有可能就真的会朝省电方向走。可是为什么不敢调涨电价？因为电是政府在供应的哦。政府在供应，涨电价的话呢，哦，你可能会受到什么呢？你可能会损到你的选票哦。这是就是政治逻辑啦。好，我们讲到呢，台湾各地有很多匪夷所思、浪费电的情形。然后，那我也说过，台湾1/3是产业用电，很多产业里面，他们很多公司、很多厂房，他们可能因为种种历史因素，一直没有采用节电的设施，哈，没有采用节电的设备，所以导致台湾的人均用电量，哦，世界第十一，亚洲第五，其实非常高啊。这是因为台湾的电价太过便宜啊。为什么不敢涨电价？因为电力是政府在供的，你涨电价，人家就会骂，所以就会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哦，就会造成一个现象。这个也是什么？干预市场的各种样态跟后果，干预市场各种的后果啦。哦，那我们刚刚的例子有在说，它政府干预市场有几种状况吗？我们讲了价格管制，哦，管制的结果呢，不见得能够达到你原先的目标，哦，数量管制，哦，我们没有讨论。详细的讨论那个后果，可是前面我也稍微跟你讲了一个状况哦，大学里面管制
博士班员的，后来造成的一个现象，大家都不敢根据市场状况去调整原额，因为你也怕一调整以后原额调整不回来哦，或者说政府介入市场，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政府在提供那个供应市场上的电力的时候，它可能会依照的是政治的逻辑，而不是市场的逻辑，而不是资源有效使用的那个逻辑。那还有一个呢，我们说那个课税或补贴，哦，我们在上讲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了课税的后果嘛，哦，我们那时候讲什么呢？我们那时候说哦，政府课奢侈税，针对房屋交易课奢侈税，到底能不能真的打房？哦，我们说从理论上分析说，看起来是不能够打房，而学者的实证研究分析也发现说，哎，很像在课奢侈税的期间，哦，房价并没有有效的抑制。房价哦没有办法有效抑制，房价很像没有办法让它下跌啊。真正打到的是交易量，符合我们的分析。那有没有真的让这个什么卖家房屋的这个炒家呢，把他的所谓的大家觉得不劳而获的这个所得拿掉哦，不劳而获所得拿掉哦，有时候也很难讲哦，要看他租税哦，要看他那个租税哦 ，tax shifting 的那个程度，要看他 tax shifting 的程度。好，他可能把租税转嫁给买方去，他自己呢只付一点点的税。哦，所以这个就是讲什么，在讲说有些时候政府干预以后呢，哦，那个得到的后果呢，哦，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直观，哦，不会像你想那么直观，可能有些时候呢会有，如果没有仔细的研究，只凭最直接的直觉去想说啊，政府干预哦，设价格上限。哦，保障弱势，很多情况上呢，并没有办法达到你所原先预想的那个效果。哦，那有些时候呢，哦，那干预不会只使用一种手段呐。哦，有些时候呢，我们虽然前面讲了四种手段，哦，事实上有些干预呢，哦，其实是混合了一大堆做法。哦，比方我说台湾的大学，哦，台湾的高等教育其实就受到政府高度的管制，然后就跟台湾的这个医疗一样，哦，受到政府高度的管制。哦，我们管制的各。台湾政府在管制大学高等教育市场呢，其实用了很多种手段，价格上限、数量管制跟补贴，同时用了这几种。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样子，台湾对政府对台湾的大学干预呢，首先是价格上限，价格上限定了非常严格价格上限，现在台湾各大学有些国立大学你要调涨那个学费，即便你不是调涨现在的学生学费，你是调涨说比方下一届新进学生的那个学费，哦，都要经过层层的手续，哦，没有那么简单，最后好好报到教育部那边审的，不是你自己说调就调的，哦，所以有规定价格上限。那规定价格上限，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规定价格上限后造成了超额的需求，学费很便宜嘛，所以大家都要来念，然后大家都要来念，哦，学费很便宜，大家都要来念。那另外一个是呢，所以政府就要求大学呢要收到一定的数量，不然念的人太少嘛，念的人太少。要收到一定的数量，可是收到一定的数量，你就会看到一个状况啊，哦，在价格那么便宜的话，如果真的价格那么便宜，大学不会愿意哦，不会愿意提供那么多的名额出来。如果价格很便宜的话呢，哦，如果我真的要至少是损益两平哦，至少是损益两平的话，我可能不会招收那么多人，大学就每个都很小啊。政府就说，哎，你要提供到一定的数量，那结果是什么呢？哦，差距，比如像你现在提供到这个数量，举例来说，提供到这个数量，你的成本可能要到这里，哦，你的成本可能到这里，啊，这一大块筛补，政府已经说价格顶多到这里啦，然后你说呢，又要提供到这么多的原额，哦，这么多的原额，那就会有这个差距啊，差距谁来补？政府来补贴，哦，政府来补贴，哦，所以在台湾的高等教育里面呢，哦，事实上你看到好几种手段，限价。然后还有补贴，然后还有原额管制，哦，原额管制，哦，还有原额管制，哦，还有原额管制，哦，原额管制，哦，那可是呢，即便是原额管制，就算是管制到这里，然后你说差的钱的政府来补助，你其实还有看到，因为实际上消费者只付的钱只是这么少啊，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一大段超额需求。那有一段大段超额需求的话呢，我们怎么决定谁可以来念？或是谁可以来接受政府的补贴？哦，你看看，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哦。我们刚刚说哦，规定价格上限哦，那规定价格上限跟实际提供这个服务的成本，你看哦，实际提供这个服务所应该要、所愿意要怎么样？所愿意要收的价钱啊、哦、之间的差距哦，你就看看就知道哦。这是我校哦，中山大学哦，我们一个学期呢。
五个月学费大概是34000元、啊、一年的学费大概是68000元、啊、这个数字呢，事实上是我们学校自己内部去算，大概是美生教育成本的，其实是哦，美生教育成本其实是这个数字的大概3到5倍、啊哦、大概是3到5倍。那我不晓得其他学校状况，可是我相信这个数字也相差不远、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大学学费呢，跟真正提供这个服务的这个成本，其实差有一小不段的差距哦，不小有一段不小的差距哦，一段不小在。那你看看幼稚园哦，幼稚园哦，幼稚园的学费呢哦，其实比大学学费还要来高哦。哦，幼稚园学费其实比大学学费还要高。现在哦，私立幼稚园哦，可能6000到2万哦，可能学费一个月学费有到6000到2万啊，算五个月3万到10万，一整年学费是6万到20万哦，比大学学费还要来高。哦，比大学学费还要来高，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大学学费非常便宜啦，非常便宜。那很多时候呢，是美生教育成本的吼，学费美生教育成本大概是学费的3到5倍，吼，有不小的差距，吼，有不小的差距。就像我刚刚讲的，吼，现在政府限制这个价格在这里，哦，那大学呢，如果要提供原额呢，吼，受教的原额到这里的话呢，可能。哦，愿意要收的价格其实在这个地方哦，愿意收的价格其实在这个地方哦，所以中间有一大段是谁在出？政府在出，政府在出。所以我这就我刚刚前面在讲的哦，当价格那么便宜的时候，你就看到超额需求。什么叫超额需求？大家要来挤这个大学窄门呐、啊，大家要来挤这个大学窄门嘛，有一大堆人是进不来的啊，有一大堆人进不来啊。那大家为了想进来哦，除了是说价格便宜我想要买嘛，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我要抢补贴啊，抢补贴啊。我们怎么决定谁能够有资格念大学？谁有资格能够念大学？过去是以联考制度来决定谁有办法进大学了。那大家的这个想法是说呢，哦，用联考制度呢是透过这个概念上、理想上是希望能够透过个人的学历。哦，学历哦，力量的力哦，个人的学历来决定谁有能力来进好的大学，谁有能力进大学里面得到政府补贴哦，得到政府补贴哦啊。可是你其实仔细想想看，联考制度考的是什么？考的是比赛谁比较会考试，谁比较会考试，谁比较会考试跟谁比较聪明，谁比较有学历之间其实还是有点差距哦，还是有点差距哦，还是有点差距。那通常呢，比较会考试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训练的来的哦，可以训练的来的，可以训练的来的。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这个样子，有钱补习的呢，通常会更具竞争力。也就是说，过去在联考制度里面呢，说哦，用你的学历，用你比谁比较聪明来让决定谁可以挤进大学这个窄门。那用的方式是考试，考试呢这件事情跟学历不见得是相等的，考试这个事情尤其是可以透过补习班来训练。所以就看到说，其实有钱补习的人通常会更有竞争力啊，哦，会更有竞争力。所以管制的这个结果呢，其实是加惠到补习班呐、啊。那本来哦，很多人在讨论说，哎，这个学费不应该调涨哦，这个呢，政府应该要补贴人家来念大学，理由是因为这样大学是一个什么？常人家在说这个阶级流动的重要管道嘛，你要让穷人哦，低收入户有办法念到大学哦。可是很遗憾的是呢，哦。根据过去我自己的经验也包括说跟很多那个高等教育的同仁交流的经验，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几年有办那个很繁星入学，就是能够希望让低收入户让这些特殊境遇家庭能够有得到进大学管道。我们因为办这个东西，所以接触到一些这一类的家庭，然后也去一些那个偏乡的地区去拜访。他们都提到一件事情，他们都会提到说，因为他们过去是处在偏乡，处在是低收入户或特殊境遇，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补习。很多学生，包括说这些学校的老师会去讲这个事情，说他们的学生在过去联考制度的时候呢，哦，讲这个事情是家长嘛，哦，低收入户的家长，或者说这些偏乡的老师啊，或者校长啊，就在讲啊，过去在联考制度的时候。因为他们学生没有办法补习，通常是比不上那些都市有补习的这些学校的有补习的这些学生、哦、所以在过去联考制度的时候，他们学生很难进到国立大学里面。所以你说、哦、管制、啊、管制学费，说希望加惠到低收入户，就最后真正能够谁能够拿到补贴？最后谁能够拿到补贴？通常是那些有钱补习的人能够拿到补贴，就是有办法的人、啊哦、有办法的人拿到补贴。
这件事情呢，哦，大概也是这几年等于算是高等教育里面做相关研究的一个共识。台湾过去在联考制度的联考制度之下呢，其实谁有办法进好的国立大学，多半是家庭收入背景比较好的。那你能够说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吗？比较有学历吗？还是因为他们比较有办法去补习哦，所以才能够进得来？哦，可能很多情况上是后者啦，他们有办法去补习，他补他们考试能力补一补，他们就进来啦。哦，补一补就他们现在就得到看到说，哎，比方台大的哦，或是其他学校清交的，过去补联考制度下看到，其实普遍学生的家庭背景都比较好，是有办法补习的人才能够进来。哦，那你就会看到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刚刚讲说，管制之下呢，加会到的是这个黄牛哦，是类似的哦。黄牛是谁？黄牛是哪些人？我们说，如果你设价格上限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来，就有超额需求，所以大家都要去来抢这个商品。那抢这个商品，有些时候你就透过排队的方式，另外一个方式是找人帮你排队，所以你付钱给黄牛去帮你排队啊，就是黄牛票嘛。所以这个情况也是啊，补习班是哪些人有办法帮你抢到补助的人嘛？所以你其实是什么呢？有钱人是付给这个补习班，付给补习班钱，让补习班呢帮他小孩抢到进入大学的这个门票，所以最后加会的是补习班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那个死刑联考制度以来呢，真正赚到的是谁？是黄牛这些人。黄牛谁是补习班？补习班都赚得肥肥的啊，补习班都赚得肥肥的 那这些钱呢，其实没有流到生产商这边，然后这些资源其实没有流到生产商这边，所以生产商也没有办法提供给各位同学呢，后可能理论上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可是也难嘛，啊，最后都是要靠政府啊，要靠政府来补贴，哦，都是要靠政府来补贴。所以你看到管制的结果，其实加惠的是补习班，也就是黄牛能够帮你拿到门票这些人，而不是低收入户。管制的结果，低收入户过去联考制度是进不来的，所以补贴都是其实是反向的财富重分配。啊，如果你真的要保护低收入户，我们这几年，哦，我刚刚说我们办这个繁星计划，哦，繁星入学。真的专门针对低收入户，针对这个特殊境遇家庭，哦，让他们来念大学，哦，其实反而真的就直接 focus 他们，后来发现这个其实真的比较有用，啊，有效能够让这些低收入户或是这些特殊境遇家庭的人来。那过去曾经有人在说啊，你看这些特殊境遇家庭，这些偏乡家庭，他们去指考分数都很烂的啊，啊，他们有能力进到这个好学校，在好学校里面表现真的会比较好吗？哦，我们过去的经验是跟我们说，其实并没有，他们并不会因为他们指考成绩比较差而有比较不好的成绩。其实没有，有些时候反而是这些靠补习班硬撑起来的人，到大学以后表现其实反而比较不好。补习班撑起来了嘛，啊，实际上你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啊。啊，这些偏乡的人，这些中低收入户的人呢，他们其实是没有透过补习，所以没有办法把他能力撑起来。可他其实本来能力不错，来大学里面好好的，哦，他也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念一下。其实我们后来的经验是说，他们的学习表现呢，哦，有些时候，欸，反而比较好，哦，还反而比较好，繁星入学真的还比较注意弱势，哦，不过 anyway 啦，哦，讲到这个呢，最后还是我们回到说，这个大学呢，台湾的高等教育是受到高度管制的一个市场，所以才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那现在这些什么繁星入学这种东西呢，其实在补漏洞而已啦，哦，补漏洞而已啦，哦，就是说本来你想的是要加会保障低收入户，结果联考制度其实反而没有，啊，最后只好绕个圈，用这个繁星的方式来保障低收入户。哦，所以我们在这一讲里面呢，就大概跟大家讲了各式各样的，哦，政府干预市场的例子，然后也跟大家讲了一些比较复杂的，因为政府干预市场然后导致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那我们也要跟你说，就是说很多干预之后呢，你本来设想的干预的理由是 A。啊，你做了干预结果以后呢，其实并没有达到那个 A 的目的，反而衍生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哦，反而衍生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啦，哦，所以经济学家在谈到市场干预、政府干预市场，多半会倾向比较不支持的立场，会反对政府干预，或者说会跟你说，如果你要干预，要仔细的做好研究，不要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怪招，或者你真的去仔细去把这个市场的这个状况去理解清楚。哦，有些时候呢，你纯粹凭直观随便设个价格上限或各式各样复杂的管制手段，反而会弄巧成拙啊，哦。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哦，我们下次见。